まあ状態的にはですね、まだそのアジア杯を、突破するっていうコンディションまではいってないですね。悪くはないけど、まだこれからさらに2段階ぐらい上げていかないとやっぱりまだ戦えないので、まだそういう状態です。在这个赛之前，我们有打一个印度的比赛。当然，经过这个印度的比赛后，我觉得有相当大的调整。可能教练在这部分也有发现一些我们需要改进或者调整的部分。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调整，还有从这个赛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也是一直在慢慢有一些跟男生做一些训练。对，我们希望从这个强度上面去可以更加。让这个强度提升啊，让竞争力提升。我觉得他的设计让我觉得比较符合球员的一些在球场上的动作、动态、运动，因为他像旁边这边就是有一些开叉嘛，之前一些球裤是没有做这样设计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要抬腿，还有就是可能展开的一些动作，然后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裤型是有让我们很觉得比较舒服。就是要进入世界杯32队之一，这是很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。那当然，目前这一过了好几关，目前那就印度这个。因为说起来，我们的签虽然说不是特别好，也不算差，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很有机会，就是暌违了14年，我们的女足可以进入世界杯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就以这样的心情来期待，然后也希望我们国人能够支持。